汤俊老师数字测验，未来一个月我能够自由自在吗？是，我们的幸运数字有，来，观众朋友请注意，682273135486跟571，来，我能自由自在吗？阿斯匹林，我选一三五。一三五，对，来，小鹿，我选四八六，四八六，四八六，老师也四八六，273273，271，571，独得，好，未来一个月呢，哪方面呢可以自由自在？我看你是财富自由啊，还是健康自由哈、啊？反正都很自由哈、啊，都是好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呢，选到我们的682，现场没有人选，但观众朋友如果有选到的话呢，这组数字呢，恭喜你哦，病福远离你哦，然后呢，健康无忧哦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可能前阵子呢，可能你的身心灵的压力比较大，那未来一个月呢，你可能找到一个解药哈、解方，让你呢回到这个健康的生活，或者是说长期可能有一些无名病痛的朋友呢，选到这个数字呢，可以找到病因在哪边哦。其实呢，也算是一种解脱，对症下药，其实很好的哦。好，有60分，恭喜你了。好，看一下选到273273，只有艾菲尔老师选到了、哦。老师选到这个数字呢，恭喜你有90分哦。哇，职场上的鸿运呢，表现非常出色哦。那这一个的话呢，代表就是说，未来的一个月当中呢，你会有很多工作的邀约，或是工作呢会显得特别的忙碌，但没有关系，这些忙碌呢都是成就你呢更上一层楼的好机会，恭喜你喽。好，来看一下选到我们的，先看一下486好了吧，486蛮多人选的，486由我们的怡珍还有玉佩老师选到的。好，这一组数字呢70分，贵人汇聚呢，人际关系很圆满哦。所以选到这个数字呢，代表未来一个月呢，你的赚钱工作呢都是靠朋友介绍，或者是你的好的客户呢，去人脉通钱脉，把你的口碑打开之后呢，大家口耳相传，会让你呢赚钱，也会让你呢事业上呢发展得更好。所以呢，人际关系呢是未来一个月成功的重要关键哦。好，看一下135跟571，赌赢哥选571嘛哈。对，我是用他的投资法。我是用阿斯匹林投资法，就是选那个人家都不要的，真的，或是最后一名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他投资法灵不灵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80分，哎呦，你赚了！对，好，20分，独得，没人抢，没错、你看财神眷顾呢，投资获利哦，果然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法哦。所以呢，你看571呢，为什么只有80分呢？虽然财神眷顾你，不过你还是要有投资这件事情。如果呢，你有这个财运，可是你也不去努力，你也不愿意做功课，也不愿意投资的话，当然这个财富呢就好像落空一样。所以选到这个数字其实是有财运的，但端看你呢愿不愿意去付出努力跟行动哦。那表示说有行动就会有机会哦，好不好？而且很大的机会。好，来看一下选到135呢，就是我们的阿斯匹林选到了哦。果然有没有几百分啦哈？你这个是用什么投资法？这是集资27亿投资法。这集资，赶快跟着我一起集资。真的哈、哦，这个呢就是食指一动下去呢就不一样了哈、哦，就是财气充沛呢，进财稳健哦。所以呢，想到这个数字的人呢，其实他的个性呢也是相对保守。但是呢，他抓到机会的时候呢，他也不会呢放过他哦。所以呢，选到一个抓对一个机会，好好的去执行，那我相信你未来一个月呢，财富是自由自在的哦，恭喜你了。谢谢老师，来来来，观众朋友请注意啦，好玩大放送，太可爱了这个。哎，想要得到我们这个广纳财源、金钻猫摆阵的观众朋友，请上命运好好玩，哎的官。这个官方粉丝页来查询就有机会获得了这一组这一尊太可爱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来宾，祝你赚大钱，拜拜。